我在城市里长大，和大多数人一样，在这之前从来没见过野生动物。通过联合国环境署为生命呐喊的项目，我第一次了解到很多我并不熟知的动物和植物。我渴望学习更多的知识，所以我来到了非洲肯尼亚。我觉得我应该为环境保护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，于是开始更深入地参与这个项目。我了解到，很多野生动物已经面临着永远灭绝的威胁。在过去的40年间，我们已经失去了全世界一半的野生动植物。野生动物也面临着非法贸易的威胁。比如这些小象，因为非法贸易而成为孤儿。人们为了获取象牙，在过去几年内，10万多头的大象被猎杀。其他类似犀牛、太阳熊和穿山甲被用于传统医药，而面临厄运。这些野生动植物还面临着很多其他的威胁，比如因人类的口腹之欲而惨遭毒手，被用于时尚用品，甚至被视为异域风情的宠物被贩卖。我了解到，这里的社区因为野生动植物的丧失而受到影响，因为他们依靠野生动植物的旅游来谋生。比如，这个大象保育中心就是社区的人们建立的，他们希望这些大象能够在野生环境中生存，因为他们希望这些大象最终能够重返自然。象牙的市场需求使得非洲的大象不断被虐杀。2017年，中国政府全面关闭了商用象牙贸易市场。我们年轻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些动物和它们的传统用途，也不再购买这些东西，但出于缺乏知识和有识的贪婪，人们仍然在购买它们。但我们并非无助，我们可以确保让我们的老师、家长、政治人物和世界其他地方知道这些物种面临的威胁，并报告非法活动。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大的影响力，我们可以使用社交媒体作为一个强大的工具。为生命呐喊的项目通过提高意识、制定和执行更强有力的法律，以及加强对当地社区制止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的支持来帮助人们。我很荣幸能够成为联合国环境署亲善大使，并成为为生命呐喊项目的一员，帮助改变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现状。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命。我是王俊凯，我是大象，加入我，支持濒危物种保护，为生命呐喊。